alone.晚上好，Hello，Hello，Hello，晚上好，晚上好，嗨，叔叔，嗨，呀 ，Hello， 基隆叶问 ，Hello， 一雄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嗨。谢谢玉安送的玫瑰，哈喽篮球神射手，你好，你好，哈喽安红，哈喽西恩。Hello 富伟哥 ，Hello 牛排 ，Hello 咪咪，大家晚上好。不对 ，Hello 哥哥 ，Hello 帅磊，学长，很久没有看到你了。Hello 张徐淑，徐秋，老秃驴超赞，老秃驴是什么？嗨 ，Hello 草莓酱 ，Hello 香蕉，嗨嗨嗨嗨嗨 ，Hello 浪客1381384993 ，Hello 小恩 ，Hello 哇塞，罗罗太可爱了吧 ，Hello Hello 哥哥你好，第一次来吗 ？Hello， 啊，大家好大家好，怎么了 ，Hello 谢谢你们 ，Hello 好一晚安。所以休息了一阵子，休息是好事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久的路。对，学长没事的，我们都在。Hello 玉超，你们好，是牛排跟嘎嘎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吗？冒昧的请问一下，好像没有看过。你们好，初次见面，我叫露露。谢谢叔叔送的蓝色愿望，谢谢新鲜女王送的枫叶。Hello 玄阳，露露可爱到犯规，真假的？没有这么夸张吧？我觉得我这次表现的超烂，我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超级失望。谢谢安红送的玫瑰，你好，初次见面。Hello 阿蜜 ，Hello 钢凤霜，好的，弄个电风扇。谢谢阿蜜送了，我记得我没有看过你，但是我的记性也不是很好啦。谢谢阿米送的玫瑰，没事，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新来的朋友而已，我想跟你打个招呼。也许我没事，不用抱歉，没有对不起，自己比较重要。谢谢富伟哥送的枫叶 ，Hello 古九寒 ，Hello 哥，还有跟你们讲，我昨天吃饭了。这是屈臣氏的蜡笔小新，好可爱。如果大家有不要的那个屈臣氏点数可以寄给我，没有关系。非常的缺好不好，我超想要那个相机包蓝色的，很棒，谢谢。可是我对自己就是非常的失望。谢谢豪哥送的带你去流浪，带我去流浪。哈喽企鹅，
Hello， 姚子云。啊，不是曹子云，抱歉。超可爱耶！它可以当小包包，它有背手，把它挂起来。Hello， 香菇。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那天 mini concert， 曹祖也是在侧边，真的假的？你好，你好，你好。Hello， 香菇。Hello， 水锤。Hello， 全品。掉。你要点那个罐头，我疯掉。可是我对自己就是非常的失望，超级失望。不错，我知道你坐在我的右边的吧？还没说我认不出你，就是你说我双下巴好不好？哼，没事，我知道我双下巴很多。我这不叫胖，我这叫可爱，叫膨胀，懂不懂？Hello 小爱 ，Hello 哈豆 ，Hello Google， 对自己就是非常失望，因为状态不太好，然后整场都非常的害怕自己跳错，就是越担心，所以就出错的就有更多，而且这次错的点都还蛮明显的，所以就让自己非常的失望。能不喘吗？然后我还有换那个相机包，可是我没有拿到我想要的蓝色，我很伤心。拿到绿色，两个颜色我都喜欢，可是我比较喜欢蓝色。如果大家有不要的屈臣氏的那个点数，可以就是收集一下，全部给我，谢谢。Hello， 泡芙大叔，可爱吧？透明哦。妮妮的兔子堆也是昨天换的，超可爱耶，你不觉得吗？一个搭配的概念。Hello， 威哥你好。Hello， 加速。手机肉布，真的假的？是了，对呀、啊，有跳错，在最后收尾的时候，买一棵椰树下。Hello， 黄鱼。Hello， 功夫行不行？香菇，我知道你是谁，你坐在我的右手侧的前面那一排。不行啊，太大只了。可是以前我记得妮妮兔好像有卖一比一的成为樱花树。好 ，Hello 大白无痕，你好 ，Hello 小八 ，Hello 乔大叔 ，Hello。那我坐哪里？我不知道。我这次其实我发现的人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都有看到，可是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觉得看到的人很少，可是你们都有来，我知道。Hello， 晚安。Hello， 落日一笑。我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是。八月，好的，太多人会眼花，那天状态实在是太不好了，所以请大家见谅。我们那天呢，其实就是
到了现场彩排之后，就是要彩排前，我们自己先去走几首我们觉得该走的歌，像 Love Tree， 因为这是 Butler 有帮瑞婷代占位置，所以就陪 Butler 走 Love Tree。然后走没多久之后就停电了，我们好像停了有几个小时来着的，我记得。然后因为停电，所以冷气也都没了，电灯都没了。我觉得当下我跟你们讲，当下虽然很黑。Hello， 静静 ，Hello， 天天 ，Hello， 关关 ，Hello， 九九 ，Hello， 季风天 ，Hello， 又哈密瓜。然后当下一停电就是零点，没、啊、OK 这样。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当下停电之后，我们就也不是说不踩，就不走我们该走的音乐了，我们就换别的事做，我们就开始坐在地上围一圈讨论当天的 MC， 对。然后之后 MC 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各个成员每个人就把手机放在地上，开手电筒，然后把手机放在地上，然后就这样围一圈，然后一个号码就是一个站位的号码，一个放一只手机。我跟你们讲，在那全部都黑的空间里面，那个手机放在那里很漂亮。我有拍照，我有拍一张照片，可是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发，就是还不错这样，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Hello 小飞鸟 ，Hello 西西，西西昨天也是坐在右侧，我们好像足足停了快好像有一两个小时，对，反正就是停电之后我们有跳。啊、不是昨天啦，礼拜六，对。然后就真的很热，热到一个不行，因为我们就是有走，走完之后我们电来了，就马上赶快的准备好，就全部总彩彩一遍这样。但是就是电刚来嘛，那个冷气就不冷，然后我们全部的人状态都超差，每个人都站不稳哦，然后头很晕。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所以状态很差。只能说幸好不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停电，不然就尴尬了。我在第五排举扇子为乐乐的海龟拍手，谢谢。Hello Tom，Hello 朋友们 ，Hello 瑶。所以超吹干的肉肉，吹干的肉肉是那个 confession 嘛，新型碗换远距离，然后远距离换 confession 完我还很紧张，我 MC 啊，结果不是，是我忘记 confession 要是 MC 这样，然后我就哦还有时间，然后我就后面拿吹风机的吹，就吹完就下去这样，状态很差，是不是？因为那天真的状态很差。可以问豪哥，豪哥在线。哎，豪哥那时候来了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电，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我们又大跳特跳，整个大家不止我，状态都很差。看到明晶。对啊，但我们后面很顺利。啊，反正我对自己有点小失望就对了。我们那时候是，我那时候啦，别人好像也有，就是状态差到你会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觉得很无助，然后很想哭。那时候的状态，我们在总彩的时候。Hello， 切耳朵 ，Hello， 大威，是真的站不稳。不知道你们昨天进来有没有感觉，其实没有那么热。不是那么冷，不过哎呦 ，Love Tree 后面跳错。晚安，哎呀，博翰，我真的发现星星是你的菜，这怎么行？我看你，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很好笑。
龙翠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啦，多多关注他。我昨天跳完那个汗真的是一直，我就一直这样擦，不知道你们看到，而且还有眼睛就是泪流到眼睛里面，他被做掉。其实我握过了，你去握我，我不意外，好不好？跳错是不是妈妈才错？不是，是，那时候 Love Tree 最后收尾那个地方其实是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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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那一瞬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下一个动作应该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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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我一出去我发现没有人跳的时候，我就噔噔就赶快出去了，可是那一瞬间我的脸就我不知道我当时候的表情管理是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当下我就没有办法，音乐还是在走，我们还是继续跳下去。对的， Hello 李威， Hello Steven，哎呦，好想看这面。你看我双下巴不是看得开心吗？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到后台。因为林姐在我后面，我只要每次 Love Tree 跳错，林姐一定都看得到。我一到台后台，我就跟林姐说：“我刚跳错，你有看到对不对？”对，直接崩溃。照片可以看不到呀，有个双下巴。哎，我看了一个照片，这很明显。我会。不受控的自己去压下巴，然后就会双下巴跑出来。Hello 李玲，你好 ，Hello 明，谢谢博汉送的 Love， 谢谢日华送的看看你哦，谢谢。而且我昨天的，不是礼拜六的闪亮是因为我有跳错。也是最后收尾，真的是明明就跳过那么多次，为什么还可以跳错？最后面又转圈，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开始站起来继续转。Hello， 阿红，多少会见大家？真的，大家小心不要中暑了。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的热，晚安。我觉得我今天很美。有去看草组，如何？日华有来，我很开心哎，可是我没有看到你，没关系啦，我知道你有来就好了。昨天不是礼拜六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差到一个不行，而且我有听斯达夫姐姐跟我讲说，我昨天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对呀、啊。你坐团长，你跟团长坐隔壁第六排吧，真的假的？他是不是在我面对舞台偏左侧？你们面对舞台偏右侧？就震撼到我，你都是跳到站不稳，之后你说。什么也晚安 ，Hello 社文你好，能进来就很好的呢。
真的假的？恭喜恭喜！啊，他还没来，对不对？有时候啊，就是一首歌，你跳过很多次之后，你会在某一天跳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的是这样跳的吗？真的假的？小八的第一海哦。然后，就是你可能跳第一次，你觉得看到自己的表演的影片，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这样改，改完，你到下一次表演，你就跳，你又有点不确定，所以在第二次跳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第二次的 love trip。这个是谁？突然的失忆，然后所以在第二次结束之后，要在跳 Love Tree 的时候，我特别的害怕，嗨嗨，就是特别的害怕，真的。还没做过，下次加油。希望我八月能跳到吧，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要看出一点点紧张，就是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跳。虽然已经跳了三次了，可是这就是每次你都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再是我，对，谢谢叉开头的玫瑰。有时候我跟文长，我在开场前，我真的是超级害怕，超级超级害怕，机器强飙，超害怕，我就在那个。测试，我就在那边，哎呀，明天干，真的假的？谢谢。虽然我这次就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我非常的没有在状况内，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啊。跟你安慰，会来跟我安慰是什么？就是很突然的害怕上去表演。Hello， 单细胞。啊，你说那个吗？好像有印象哦，谢谢小飞鸟送的心之冠，我今天像个小公举，谢谢依然送的，看好你哦，换我们小肉山，好啊，不行，我们握手会不是拿来讲肉汤，不要，你要肉汤你换别的地方传给我，肉肉公举。他们讲，我忘记准备到了心灵肉汤。是啊，妮妮兔，我忘记跟那个赖了啦。我们 ，Hello 潜水兔，我们握手会就是要来聊我们能聊的，我们的秘密。现在有时候是面对柱子，我跟你讲，面对柱子才不是那个，面对柱子是 only today。没有啊，这是我今天的装饰。
唱首经典的还不错。谢谢小飞鸟送的枫叶哦，可爱一点呢。会画行李行李箱我还好。Hello 易凯 ，Hello 毛良。你那样指我，我川凯，我相信你一定有看到我跳错。马上转圈，我想要蓝色包包。如果大家有，你们可以收集一小袋，寄去公司。那个屈臣氏的点数，谢谢了，真的好可爱。你说这个吗？可爱吧？蜡笔小新瞎子也很可爱。这个我也想要，两个都要。我觉得蓝色比较可爱。我那天真的很努力在唱了，熟悉的那街道，因为在礼拜，我是礼拜，礼拜三感冒，礼拜三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三？礼拜三感冒。谢谢阿贤的追踪，礼拜三感冒，所以还是有点小担心。在前几天那个声音还是哑哑的，你知道吗？我一度超想要跟那个音控大哥说不要帮我开麦，但是没有办法嘛。谢谢叉开的分享，所以我就只能唱了。每天，只要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五跟礼拜四每天在家洗澡都在唱歌，就怕礼拜六唱不出来。最后还是有开，好不好？听起来很虚。熟悉的那街道，现在在哪里？但是感冒也不是一个借口嘛，不要跳错就是跳错，还是那样。Hello， 明天。最近好像剪头发，我也是该剪了啦。乐乐爽游，你们喊我，我也听到。而且那个照片出来，我发现我的手翻太高，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为什么我变这样？看不到。明明一开始没什么特别。甚至有些像露露招牌，露露笑是长这样的，就长不是。可是那天头发整个直接塌下来，超丑哎，超级丑，我也救不了。对，我喷了很多定型液，那个刘海也是直接坏掉。哎，我发现我也是很会流汗的人，好吗？超湿哎、欸！为什么呢？就是汗就一直这样，然后其实就是怎么擦也不是，就是很热，你知道吗？会呀，一定会啊！我觉得这次长度刚刚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长。Hello 花生糖 ，Hello 卡卡罗特 ，Hello 阿丹。前天看露露是不是有上个月比上有吗？没有吧？有吗？没有吧？我觉得我很胖。我没有在变瘦。
我觉得我的眼睛变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觉得我的眼睛在变大，然后我那天就在厕所照完镜子，我就跑出来问我妈：“妈，我觉得我的眼睛变大，眼睛应该不会有越长越大的趋势吧？”她看着我，可是我觉得我最近眼睛变大，而且那个夕阳制服是外套，外套热爆。是我的脸变小，可是双下巴还在。真的啊，那天看那个照片，我脸好圆哦。还有那个365的照片，我的人很就是那个比例只有这么一点点，可是看到我的双下巴好像挤出来。对啊，是不会的呀、啊。可是我觉得我最近的眼睛变很大。你说双下巴的部分吧，握手会我们直播，这个我像有毒。谢谢香菇送的花枝精粹。你说那个礼物是代表真的要来吗？中毒了，哈哈。那你问有啊，香菇说他在旁边看得很明显，除非你坐在前面。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能是在之后认识的，那没有关系啦。肉毒杆菌无所谓，来啊，怕你哦。我什么没有，就肉最多了。没事了啦，花开之后，正面一战太厉害了吧！笑宁大神的开滤镜有吧？Hello， 西西 ，Hello， 内内，他感觉有买生日会吗？还是没有？西西，我要跟你讲，林姐那是偷尿屁股，赞赞赞，谢谢，林姐偷摸我屁股，不要玩下巴，对，不行玩，会有颈纹。我把了，辛苦了呀，你们辛苦了，摸回去。我记得上一次，我不知道是谁摸我，然后就在那边拨，超级好笑。女八六，你砸不洗，你砸会被出境哎、欸，你自己就不是出国那么大的问题咯。他偷捏我屁股，差不多啦，一样意思。我就说我以后叫你变态 baby。他们两个很闹，好不好？Hello 单细胞，他们两个很闹，他们有一次超好笑，在公司一打架，西西早就敢摸啦，西西那天也是坐在这边，屁屁吧。打架，他们真的是打架，他们两个是在地上扭在一起的那种，不骗你们。然后我就刚好
因为我们练习室在这，然后我要从办公室这样走来，然后进去。我走到这的时候啊，就突然两只鞋子飞出来，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看，他们两个互把鞋子往外丢，我说啊，我是无辜的人，被鞋子打。超级好笑，没事，他们开玩笑的那种。我跟你讲，说到屁屁这个，感觉露露侧边很多机会互动到啊，什么吗？六六六，敲开脚下来。我跟你们讲，肋脊会堵，要不然肋脊会，肋脊厉害。那几是跟着玩真的，给我开门，给我开门！欢乐颂，这很香哎。没有，是零一，很厉害。零一战斗力很高，好不好？听说这次后台觉得安可拖太久了，是吗？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给我开门！还有那个盐巴的部分，林杰真的是，我觉得林杰是比我夸张。林杰是，就是他可以单吃盐巴，我是可能沾个几口而已，他是那种。撒满满满的一盘的盘子，然后在那边粘，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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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超级好笑。还有果树，它真的也是重口味。哪有？不要，真的不要，谢谢。哎，这个梗之前我跟林杰讲过。为什么不要？还没多久，是因为你们太晚喊呐、啊，啊，我们差不多都准备好了，还是你们就让 Uncle 喊完，给我开门，Uncle， 然后就第一个就出来了。不用，真的不用，特不用。盐巴是食用的，不好意思，我们不熟。你送那个玫瑰盐，那个叫什么灯？盐灯哦，买那个又甜，一整颗。真的，我不知道哎。Hello Hello， 我觉得那个夜路走多了，遇到一家人出来撒那个很好笑，那个是当下，真的没有 stay 过，这真的是当下想到的。幸好他放枪了，好不好？幸好。Hello JR 五丈狼野线，这种临场超级好像，这次我跟刘雨晴那个默契真的是受不了哎、欸。谢谢，今天是小公举。哎、欸，你什么时候来了 ？Hello。哎、欸，不行，那就是你们喽，不是我们喽。辛苦了，我跟刘雨琦真的是有时候那个默契到我们会觉得很可怕。哎呀，真的是哎呀的那一种。我们在后台好像是在想说，为什么他们还不喊这样？法法法法，握手会可以见到法法了。
我们的默契真的有时候很可怕，因为有时候我们做捷运，刚好去公司这样，然后在同一站遇到，然后我就会坐在椅子上，因为很常遇到是我站着，他也站着这样，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说。你要在哪一站下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下车，有时候会在市政府下车。然后说你要在哪一站下车，然后就开始走。他就是可能说市政府之类的。然后说好哦，他说你在哪？说我在旁边呢。我想说你不在车上那样子。邱小姐的刘海超厉害，好不好？我的才需要弄啊。就是，然后同不会我们一起拦一辆，然后他就会说：“哎呀，太恶心了吧”之类的。所以我们私底下有时候还是会，就是那种很少、很少、很少的那种私底下，有时候真的是会。很闪的那种，拜拜。我怎么问你会来哦？找我吗？真的假的？谢谢微微搭档送的玫瑰。就是他上次帮我分享我圣诞 T， 然后我就跟他讲爱你哦，他说爱抱你。没有啦，我只是疑问句。然后我就说，但我没有要喜欢女生哦，因为有一次呢，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你身边那么多女生，你有没有考虑一下喜欢女生？我说哈，然后就一个疑问，然后就把截图传给各个成员，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个朋友很好笑，然后每次佳丽看到我，他就说，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要喜欢女生？我就会看着他。没有了，然后拜拜拜拜，辛苦辛苦。然后我就跟雨晴聊天，我说爱你哦，爱抱你。然后说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了，但我还是绝对不会喜欢女生的。好笑，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这一整串的故事，你们就觉得很好笑。喜欢女生的话是不行，他是不是在试试我？你就说，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要喜欢女生？没有，这也是他不止问一次，他是问很多次的那种。弄假成功，没有，没有。喜欢你们，喜欢你。就凯真很帅，怎么办？我最近是不是要多了一个男朋友？我这个好帅啊！怎么样？迷妹要出来了。前几天我看到他唱那个《想见你》，哦，好帅！他穿那个好帅，那个吊带裤哎，好可爱哦！谢谢暗红送的 love， 谢谢。所有方向，我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男朋友，不是，是好多老公。像三天两夜啦，你都好啦，怎么可以这么的帅？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老公吗？各国一个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记得每天都要去帮艺人投票哦？还有帮，然后我们可爱的，可爱的汪汪，可爱的柏林，可爱的美玲，还有可爱的口哈，各
龟钱你不能挣，不给你的你不能要，我没有要龟钱，我没有要龟钱，龟钱给你好不好？还有 sugar， 还有鸡尾，啊哈。人生就是这么的幸福。跟旅游时候两样，没关系。当然这才有趣嘛，对不对 ？Hello， 勇哥，晚安，今天大叔。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是谁？那你秒念哗啦哗啦哗啦，他是谁 ？Hello 晨晨，你是谁？还没好，还没。我是笨蛋，在夏天感冒的人。是谁？红色勾勾，那个字我都不会念，那不是念秒吗？三个嘴。是吧？我看看。他念秒哎、欸，不是他念秒，秒，秒。啊，对哦，说到这个，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有一次去公司呢，我真的是。他就来跟我同学讲电话，然后我同学是过敏体质，然后他在电话那头一直跟我擤鼻涕，然后我那天刚好就是烧到39度的那一天，我出门没事，在捷运上鼻水就要一直流一直流，可是我忘记带卫生纸，然后就在我们那个 Bellflower 的群组里说，默默我现在好需要你，他说你终于知道卫生纸的重要性了吧，我说对，所以你是谁？红色勾勾，我真的是超生气，因为我同学在电话那一头一直擤鼻涕，然后我没有卫生纸，我真的是快哭了。然后我因为我到捷运站，我要先坐公车再换捷运，然后换这一段路中间有便利商店，我忘记去便利商店买卫生纸。真的是超想哭，然后真的是捷运站的厕所又在对面，我就想算了，那我就坐到公司那一站，我一下车直接跑啊，卫生纸，超不舒服哎、欸。我不敢。你自己给跟去跟别人借，我就不一样。大不是小包派，要看我背什么包。没有啊，就刚好，就刚好就都没有。不是这个已经叫鬼故事了。没有，我就忍到了公司那一站。你们知道，好恶！你们知道卫生纸还有这种大小的吗？我超喜欢这种大小的，这算大包，但那算中包的好了。日本旅行包超棒，我跟他们讲。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就是可能有人突然叫我自我介绍，就是熟人面前自我介绍，说：“哎，你讲你那个自我介绍啊！”我跟你讲，讲下去的时候就觉得突然觉得好尴尬，就是大家都认识你，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坐在那，然后只有你，然后大家好，我是 AKB48TPP 的陈一龙肉肉。很尴尬呢，就是你，
Hello， 嘎啦 ，Hello， 妮妮。就是你这种人，我每次卫生纸就是你们。没有，可是 Friends 就没了。谁懂了？没有，我讲今天啊，还是我们之后就限定，我们直播就只讲一个，然后 Mini 坑的讲瘦肉肥肉，我们直播就是大家好，一楼二楼，不是。大家好，我是蔡依林，是一楼，不是二楼。对，我们就这个就限定在这，不然它都被封存了，就有点可惜。他就讲，大家好，我是 AKB48TPP 的蔡依林，肉肉是一楼，不是二楼。二楼我可以。我住二楼，可是我家一楼。二楼，哎，好像还不错哎。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蔡柔柔柔，是一楼，不是二楼，但是我肚子二楼，但是我现在很二。什么啦？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蔡柔。肉肉是一楼，不是二楼，赶快来 follow。什么跟什么啦？赶快来 follow！ 我喜欢赶快来 follow， 我喜欢 follow。大家，肉肉生写真，赶快指定哦！也祝在场所有各位毕业生生日啊，不是生日快乐，那个毕业快乐，虽然不行了。嗯，可是粉丝好像不能一直换，对，不然像假如今天有新的粉丝，或者是不认识我的粉丝，他们不知道嘛，对不对？都生日快乐，对。不一样的生日，剩两天，嗯，没关系啊，不一样的生日啊，等月底发薪，再买一次吗？什么？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我排出时间。啊？我本来礼拜五没有想开的。拜拜。对啊。大家记得为豪哥开直播。我们今天来谈生日快乐吗？我们今天来谈什么？哎，那你要今天庆祝生日快乐，还是礼拜五？下个月有没有来庆祝生日？
到贵仔。什么东西啦 ？Only today。Only today 感觉很难呢。想想看那天弹的。
孩子。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日华送的掌声鼓励，谢谢。最喜欢我，真的吗？谢谢玉安生的掌声鼓励，一生平安，希望你可以瘦瘦瘦。365 Hello 船长，这是我认识的那个船长吗？365录下来了，晚安。都是菜家的什么东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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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嘛，干嘛这样 ？Hello， 晚安，晚安，弟弟。为什么挂这只兔子在身上？被我妈说有病啊，你看啊，妈妈都这样啊。Hello， 龙龙。哒哒哒哒哒哒 ，Baby don't worry。
白痴啊！我弹错了，难怪就觉得怪怪的。是他了。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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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柏林就很热心的就教我，然后我就哦，原来是这样哦，然后像特可爱的 ，Hello， 星河，谢谢星河送的幸运四叶草，谢谢谢谢香菇送的幸运四叶草。本来就是应该从最基础开始，不是吗？幸运棒，失去弟弟的争吵，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谢谢豪哥，豪哥祝你生日快乐呢！还有艾瑞克，谢谢日华送的蓝色元棒，谢谢香菇送的蓝色元棒，弟弟支持太可爱了吧！禁不住了，对啊，谢谢米叔叔，我要截图，真的好可爱哦。他自己截。我抱着你，吐，自己截。有，拍手。啊！没来，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刚刚按到了，抱歉。兔兔啊，对啊，就是个屈臣氏。不要的点数可以给我哦。没有，是截图声音。谢谢 NCD 送的掌声鼓励。可爱吗，叔叔？
点加399就有了。相机包，可是不是我想要的颜色，我非常生气。我打开我就直接超伤心的。虽然我两个都想要，但是我比较喜欢蓝色。你可以再换一只虾，没有问题的。我还缺虾。对的。我有那个相机包。可是我没有换到蓝色的，你可以只给我点数就好，我没关系，给我点数就好，其他我自己来。很好看呢，来吧，这叫做时尚。如果我在握手会前换到蓝色的，我一定背他去。可是我觉得我背不到，可是也要等你跟。寄到公司的时候还没过期。寄点数贴在生日卡片上。哎，但是也要撕得下来哦。还是你们直接粘满一张给我算了，好好笑。哎，话说我昨天把剩下点数放哪？我很喜欢弹那个铃，哎，铃真的很好弹。一阵。还会认真看卡片，讲的我好像都不认真看一样。是大哈喽，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穿搭。哎，没有脸其实很好看的，大家可以就是截图。这个可爱的美少女，短发少女，就因为有脸就不会有你。缺点数，缺点数。哎，哎，你这单推不行哦。看起来有点忧郁，他不就长这样吗？可能被我打太多。他其实是一个购物袋，他是这里可以塞一个购物袋，可是购物袋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好看，而且对我来说非常不实用，所以我就拿出来把它当一个装饰袋。他其实也可以塞别的东西，塞点钱啊，塞点卫生纸。还是你们想要直接换好，直接寄给我？刚刚没有看，也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子。没关系，没关系。我看起来非常不认真嘛，我非常缺个点数。虽然现在好像都预购哎。如果有现货的话，可以直接给啊，我没有关系。晚安，飞森。我该不会握手会那天如果穿的还可爱的话，我可能背他去。说真的，但是我很想换这个绳子，你去找一条可爱一点的绳子，不然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他要不做粉红色，为什么做一条灰色？你不觉得很不搭吗？为什么会下雨怎么办？能怎么办？撑雨伞呐、啊，
穿雨衣啊。不会下雨，不要乌鸦嘴，自己赏。我帮你看哈，小鼠鼠，感觉是两个东西，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不会下雨，他跟我讲说礼拜六会打雷。什么东西感觉天气不好？当关系是什么吧？是什么吧？我要去对面停车场，包停。跟随 Google 是什么？ Google 为什么听起来像 Google？ 我今天没有准备到西西单推差一楼的豪哥送的麦克风，今天是否豪哥的日子，好不好？哎，不要讲冰，讲冰就会想，我根本讲完那直播这局。结束，我妈咪就带布丁回来，我好开心，觉得非常幸福。我跟你们讲，我那个秘密康子在后台吃了一个布丁，觉得开心，觉得幸福。真的假的？布丁真的穿女装来了？胡歌是什么？胡歌啊，不是胡歌，对不起。谢谢玻璃送的高分气球。跟你讲个故事，就是呢，有一天白气球撞到了黑气球，黑气球就要告白气球，是你的生日，你是主角，你说的算。非常感谢，辛苦叔叔了。可恶的，好像真的假的，很废哎！哎，我昨天跟雨晴讲了一个笑话，直接冷到差点打我。我跟他讲说，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热？他没有，我觉得热到我想打人。因为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天空，觉得天空特别的不一样，就是特别的空旷，特别美。然后我就看着是要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好辣哦！他就傻眼了。谢谢博听说的蓝色月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 ，Wasabi Day。对，原来世界末日的部分。谐音梗。他笑了。最近不是要那个吗？端午节，我妈妈就开始包肉粽，然后那个端午节要不卖肉粽，那肉粽这一次就啪啪啪啪就没了，卖光光。虽然不知道这次卖的如何，就是辛苦妈咪呀、啊。超喜欢写笑话，真的假的？想想，哎呀，那个抖料的部分。这是几？一加一等于多少？不是要开放团购吗？蛮希望可以开放的啊，可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还是我去跟公司沟通一下，没有啦。什么一加一等于多少？哎呦，不懂，爆啊！
是自重难安。一加一。记得要赶快去指定露露的新写真哦。Steven，Hello， 陈恩。无锡快呀！我刚去 Google 了谐音笑话。中午休息，我和同事在一起聊天，突然聊到房子，我说。现在房子这么贵，如果我有块地，那真的是发达了。他说：“你要是有块地，我马上认你做干爹。”说完，刚说完，前台那边的小姑娘喊我说：“你有块地！”后来整个下午，我干儿子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妮妮 Kate，Hello，Hello， 追踪。他的快递是快递。然后他的快递是 D。我 Google 的啦，然后再讲，两头牛在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喂，你吃的草是什么味道的？”黑牛说道：“草莓味。”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的喊道：“你骗我！”黑牛轻轻看着他一眼，回道说：“笨蛋，我说草没有味。”Hello， 叫 ，Hello，Hello， 默默，没吃都不会念。草莓味，草莓味，草莓逗号味，草逗号莓味。还有，病人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痛苦不堪，颤抖的说：“大夫，大夫，我。”还有救吗？医生闻言一愣，接着笑道：“别闹，我哪知道你有没有救？问你妈去。”这个我觉得还好，舅舅的部分，我还有救吗？问你妈去。年轻的时候，还有，一对恋人因讨论问题而发生口角，男有些激动，提高音量大声争执了一番。女生气的说：“你干嘛？凶什么凶？”男委屈说：“我没凶。”说罢，想了想，承认说：“不，我有胸。”好废哦！你胸什么胸？他说：“我有胸。”这很废，这就是废，废到我觉得不行。胸跟胸的部分。Hello， 天中的地方。我
我现在要找到另一个，大家想听吗？好像冷到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了哈。有人在吗？还是我就讲，反正对。啊，这天小明就说，小明到了一间店，然后他就问说：“谢老板在吗？”然后员工就说：“我是派大星。”谢跟谢的部分，叔叔笑了。他的臭阿凯是啥的？他的第二个。有一天呢，妈妈就说坐车过去起码要20分钟。就小孩会问他说：“那坐车要多久？”妈妈就跟小孩讲说：“头手不要伸出窗外。”小孩就回他说：“那捕手呢？”原来是这个，很废耶。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有一天下雨，然后儿子就跟妈妈说：“我等雨停，我等雨停了再回去。”然后妈妈就逼问他说：“雨停是谁？”我觉得要讲那种，也要会讲的人会讲。那我就还好，这种我不谐音笑话我不行，我适合冷笑话。不行，我现在有尬尬妹了，尬尬妹，尬尬妹很厉害的，这个也很 WW， 尬尬妹，尬尬妹有尬到，我等雨晴就好，雨晴你等不到，哼。写照恢复中，来给我听。好的，好的。我要跟你讲的话很多，抽抽。你们觉得我等一下要吃什么？吃布丁吗？啊，我最近去 Seven 都没有看到那个墨西哥卷。吃豆花，你慢慢讲。不行啊，不行，不行，你113好了，113。到底怎样会比较划算？ I don't care。一楼迅速。其实我跟你讲的话，很快就结束了，对的。就看谁先讲出来。对，闭嘴，我先。六，你2222。像是预言，努力今夜赶过这一天，追寻完美的世界，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共筑十大佛。哦，你不止五。哦，8张是吗？你的感觉，
你有我，各大家有几，可以跟我讲一下，我可以帮你控制。可是就是因为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比较好，因为一张好像又太少。好的好的好的，叔叔爱你，那我们慢慢聊。耶！欧美伟，我看到是豪哥来。请问您用上班吗？全员张数不好说，如你说一个人两张的话。嗯，怎么会在这？因为豪哥站在我这一排当那个推人的，这个他不让你们进来，自己在那边，哎，不是这样的吧？不是这样的吧？你没有全牙没有？你有几张在那个齐慧，然后几张在七七娜不是吗？可是我觉得那个几率蛮小的，豪哥应该不会在那个推人，我觉得不知道豪哥是怎么工作。我真的是世界的真理，下次努力填，填起来，安简历。Hello， 你好，思思，爱三千。就像是预言的历史也走过了。我跟你们讲。一楼不好说，一楼差不多就那样啦。人家给的，没事。好，不是好哥，那个高桥成上一次进来跟大家学，他真的很夸张哦，这握手确实都不用钱的感，刚闷几啊你，又李来啊，又奎啊。然后看了几眼之后，人家还没有推，自己就先跑了。我说，哈，然后他说我等一下再来了，我这里还有很多张，然后就出去了。哎，不是这样的吧？人家都没有推你，你就走，什么意思？不想跟我讲话，真是。不是说他很。不，就是他的行为，我知道他很爱我，可是就是他亏呀。假如今天你在这，你的粉丝进来，然后是握手会，他挂在那，没有跟你握手，看了几眼，人家都还没有推他走，自己就走了。他们是那个茶茶，我记得好像是。也要晚霞的泪光在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都想爱他，凝固的一句话。我好笑，没有人要进来欸，没有人要进来。还是跳舞，还跳错。我跟你讲，往外转，往外那边。来一阵踢踢，你这个往外。你这是要跳什么？
夕阳学好了没？啊？学好了没？还是你要跳新型病毒？你在外面口吧。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我还是大腿都露的。没有了。姥姥说你跳错了。那你们可以学那个、啊，那个六六六敲开撒掉下来，可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喊，然后说好，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我也是喜欢你的，姥姥。我是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姥姥。的一句话，转头超难，我也这么觉得。我是跳到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然后我就跟阿姐讲，阿姐说就对了，真的吗？去屋顶看，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的，你们的。可以的，未成年人，你们可以说好，就是绝对不可能啊。虽然是这么说，然后后面看你们要说什么，你们给我一个 surprise， 我期待哦，大家。就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露露你真的很棒。如果你们之后还想要看到豪哥的话，请低调，请让豪哥低调。好的，喂，我知道。我之后会不会看到那个牌子不是人，不是我的脸？豪哥神推，你要穿什么歌？不要中暑，不要中暑就好了啦，不要穿太多，画那个露露T，那个，对，那个不是我画的那个，可是黑色哎、欸。那你也只有黑色啊，对，没办法。龙买琴呐、啊，我扮男装就飞。什么意思？要带好。我跟你们讲，我那天就是练习完，真的超夸张，因为不是停电嘛，因为我那天穿白色。在后台，然后要出来换我们 MC 要 re 的时候，我出来全部都湿的，背后全部湿掉。幸好我那天，对，我不用在那里待太久，开心啊！没有，但是也没有你们怎么说，就是对，应该没有很多人要来跟我握手吧？我刚握完，差不多就可以。哎，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吃饭？你们不是要生日会？哦，不是不是，因为成人车就会回去。OK， T 恤啦 ，T 恤比较好。这边啊，不要。啊，你们最后吃什么？我说的你解吗？算个，不了，谢谢。
没看到我上下班吗？还吃哦。好多人不是说穿西装吗？还没讨论，不是跟我们推荐了吗？都跟你们推荐了，不去怎么行？西门北侧面很远吧？蔡小姐定位。I love tea. 哎，这么快就要十点？所以你们不去吃北侧那一间哦？你们不去吃一下？我很期待的说，可惜，因为我还没吃过，想要知道它不好吃，我们去吃一下嘛。乌拉拉啊，不是拉拉乌，嘎的蹦拉拉，拉吉莫拉拉，嘎的蹦拉拉，拉吉莫拉拉。我知道你们一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荒诞的梗。拉吉莫拉拉，就是呢，而是荒诞。他们就在玩那个戴耳机猜字，然后成员反正就有一个成员叫 J-Hope， 然后另一个成员叫 Jimmy， 然后 J-Hope 要跟 Jimmy 讲说意大利面的那个韩文嘛，他就跟他讲咖喱崩拉拉，好像是我忘记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词，然后就咖喱崩拉拉，然后 Jimmy 就开始垃圾崩拉拉。我找那个声音给你们听，就很好笑。拉吉莫拉拉，你们去 YouTube 找拉吉莫拉拉，就会有。我找一下那一趴。有啊，我说我要吃布丁，我不是就去买布丁了。奶油瓶跟拉面，你们听哦。然后他的脸很好笑，跟大家分享。忘记了。我肚子在叫。Hello。魔镜熊，哎，也太快。所以你有没有要吃那间韩式的奶油配跟意大利面？卡尔보나라，토니몬타나，오，卡尔보나라，라츠몬타라，卡尔보나라，라지보라라，얘를처음보네요。拉鸡莫拉拉，不是最后还猜对，超笑。拉鸡莫拉拉 ，Hello， 悟空你好。拉鸡莫拉，他的脸很好笑，我不觉得他就是。还不错笑吧，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反正这边垃圾摸哪哪，然后最近抖音有人家把它改成 remix 版，然后就垃圾摸哪哪，嘎的不哪哪，好笑。果然一切还是福，没事啦，我知道你都有来看就好了。然后还有一次是他们出国玩，然后也是吉米，就是那个拉吉姆拉拉那个，他们就开那个露营车，然后在很空旷、很空旷，就是反正那个就是很空旷的一个草原那，然后车就开过去，他就把窗户拉下来，他就谁说啦，好刺激，你干嘛啦，臭臭妮妮，反正就是很好笑，很可爱，很好笑。他就对着窗外喊说：“世界啊，或许这就是你说的青春吗？”这样很可爱。有补签卡，补签卡到底要怎么拿到？没有人要关注我在说我的偶像。Yes, okay. Yes, okay.是一个秘密，已做好决定。Tonight， 是吗？这张唱，用心去回忆你给的真心。Alright， 目光闪耀，小小的我勇敢去动，我的肚子在叫。偶像光对偶像好像有点复杂，没关系，不重要，因为你们也没有在听，你们只知道拉吉莫拉拉，拉吉莫拉拉真的很好笑，真的在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等一下去吃东西，大威应该不会吧？大威不是比较后期才入坑的吗？嘎的蹦啦啦，拉起木啦啦，完蛋啦！哦 ，yes okay。一开始就在。请去回忆你给的真心。Alright， 它叫做 YESOK， Yes OK。旁边开的都是很无聊哦。会很热哦，有可能会很热哦，小心不要中暑，认真。蔡徐坤也好帅哦。这是一个秘密，已做好决定。Tonight， 用心去回忆你给的真心。Alright， 远的距离就越靠近。Mama dream， oh mama dream， hey。出自你们哦，撑腰，
小小的我勇敢去闯，最美的模样，最美的地方，要住进你的心里呀，约定把一起绽放。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出发吧啦吧啦吧。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和我一起追吧。老像 SJ 一定要的 SJ 一定要的啦。身为一个 ENF， 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勇敢去闯，最好的模样，心里呀，绽放。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巴拉巴拉巴。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永远都可以到达。和我一起追吧，啪啪啪啪啪啪啪。Beat me！ 谢谢超凯说的蓝色愿望，我们一起吧。然后是粉 SJ 到现在 ，SJ 很棒的。为我撑腰，傻傻的我勇敢去闯，最好的模样，最美的地方，要住进你的心里呀，一起绽放。巴拉巴拉巴。It's oka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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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一个主题曲的概念，忘记怎么唱。嘿，下一秒哦！很想一秒向你靠近，太低了。准备你就绪，放心，他没有歌词。夜路死骨什么意思？被我占据，幸运的视角，能为我聚焦，你的美丽是我渴望的骄傲，能用力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拼命哎哎好的分享，谢谢小飞鸟送的蓝色愿望。这样好像我差不多，其实每一次的主题曲都会了，好可怕。Produce 的也可以啦。你的美丽是我渴望的骄傲，有犹豫就掉，选择我就好，超级粉粉也没有啦，就是有听而已，可能真的都很洗脑。第一代啊，没有，第二季的男生我不太会。一瞬间，来 ，Hey baby, show you a better time。拼你拼你拼啊，怎么跳啊？
好像 DJ， 为什么？嘿、hey, ，baby。第二季，嗨起来！哪样的哦，哪样的哦，你们注意哪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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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等一下，等一下，再把那个各个主题曲都唱一遍。谢谢新天柠檬错的枫叶，请问有那个 produce 的粉丝吗？粉吗？对呀、啊，各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二这季我有看，下一季的男生我就没有看了。那样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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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各就是听到副歌，副歌完之后就换下一首哈。我们等一下听下一首。好了，别再唱了，听。下一首，第二季第三季是哪一个？是 48 先还是男版先呢、啊？是不是男版？第二季男版先？可第二季真的我不会。당신의꿈은直接跳到很后面啊，鸡鸡马，啊，哈鸡马，还是有听过啊。第二季男生第二季真的还好。第二季男生我真的觉得还好，可是第二季男生的主题曲 C 位觉得还蛮可爱的。还有韩国练习生其实都很厉害。好，直接跳 48，姐姐们，不要亲亲吧。
계속 튀어. 아, 前辈. 안매야. 辛苦，下班辛苦，谢谢小飞鸟送的掌声鼓励。那个那个呀，咋不出来？咋这么骚？妹妹呀，那个那个呀。谢谢小爱的分享 ，Hello Steven。好，换下一首，再来是火箭少女嘛？火箭少少女之后是后面有几个像男生的，我比较没有去 follow 哎、欸，像 Rise 是创造营之后还有一个我忘记了。Hello Hello Hey， 请给我舞台。Hello Hello Hey， 这么多可爱 ，Hey Hey Baby， 有你我不怕阻拦，梦的最佳位置也有你偏爱，有你偏爱，我的梦境的你欢喜，准备啊，因你亮起，无可取代 ，I am the one you love，Baby 有我拼命啊，喊出我的名字 ，Hey Hey Hey Hey。每个舞步是我是把你影子在嘿耶耶耶嘿耶耶耶跟你交换一起唱跳走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啊你也喜爱我也可爱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啊你也喜爱我也Here we go， 我厉害，我赢得的爱，跟我一起期待 ，Give me five。谢谢香菇送的枫叶。这是拼你啊，每个都是拼你啊！不是我不要这个。再来就是 AAA， 听过了。
哎哎，你听过了 ？SOK 也听过了。你最最最重要是什么？太多了啦！听说有你有。真的好多，可能这些真的我就没有听过了，不好说。看到影男称是他们都选完，我比较有 follow。没有听过，自己真的是伪饭，为什么？什么意思？这么冷日，学长，我刚刚把101跟各种主题曲听一遍，你刚刚说我没在关注的，你说我吗？没有吧。创造营男生那个什么 RA Rice一直都很可爱，可是他跳舞，他的舞台很帅。没事的，姐姐出去了，来不及了。好，大家我们差不多快结束了啦。啊，我们今天忘记念榜了。没事，没有人说上节目一定要看，又不是说。哎呦，人人都可以当粉丝的，又不是说一定要关注。有些人又不是，也不是说，我有对这个偶像出钱，我就是他的粉丝，也不是这样的。你看，像我就不会像防弹花钱，我就买不起啊，不然就这样。对啊，可是我还是喜欢他们啊。你说我是他的粉丝，那是我自己说的，我就是他的粉丝啊。如果别的粉丝不是那么认为，那是他们。觉得啊，对不对？你喜欢谁？你喜欢哪个偶像？你觉得你就是他的粉丝，那你就是他的粉丝，好不好？好了，谢谢耳闻，你还是念一下前三名好不好？不然这样不行啦。好，谢谢今天的第三名仙姑，谢谢你。也第二名的博婷，谢谢。然后还有今天的第一名豪哥，今天单推蔡依林，谢谢。豪哥，生日快乐嘞！生日快乐 ，Hello。MNK 是什么？不客气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一快乐！生日记得礼拜四那天要好好的犒劳自己。嗯，对，知道吗，豪哥？谢谢小安送的早安抱抱，谢谢大家，おやすみ。啊，去吃东西。礼拜四要去包握手具，辛苦了。拜拜。周五见，对的。
我们你看哦，礼拜五见完马上握手会，这么棒的安排，拜拜。